是桃园市圣母圣心天主堂新建工程落成启用的日子，地址是桃园市成功路2段56号。主内的兄弟姊妹们无不请委托蓝主教哲明和几位方济会神父照顾，宣扬耶稣福音天国的喜讯。蓝总主教先购买圣堂限制20日，新圣堂落成并奉圣母无玷圣年，又新逢重建圣堂落成，让我们怀着感恩喜悦和虔诚的心。这是上主所选的一天，我们应当鼓舞喜欢。Thank you.
来宾，来自于各地区、各堂区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一个大喜事，因为新竹教区大家长刘主教为桃园地区的教会所重建的这一座美轮美奂的天主堂，就要在今天隆重的热诚启用活动，在9:30的时候就开始举行热诚的典礼，然后我们要从这里小游行到成功路，门打开之后，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进到圣堂里面，让大家一起感谢天主，送谢主恩。感恩祭典结束之后，我们准备有简单精致的餐点，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代表圣心堂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也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现在我们也看到许多圣母圣心天主堂落成典礼开始，请起立。奏乐。从这次台风当中，我们就非常清楚，环保意识是非常重要，环保议题是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圣母圣心堂今天率先开始，先这样做起了啊！好，我们现在我们来请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刘献堂刘主教，我相信他今天是非常的快乐啊，因为又是一个大家庭的开始。教亲车代办，各位神父。各位修女，各位修士，各位诸位的兄弟姐妹，今天确实是高兴的一天，大家应该在主内欢喜高兴。我们这个圣堂经过了将近2年的时间，今天要做奉献礼。一个圣堂的建立需要很多的人帮忙，除了教区方面的设计，有堂区的本堂神父，教友协进会，大家互相的合作，才有今天有这一座美轮美奂的圣堂。一座圣堂的建立，表示地方教会有一个过去接受的一个教会，就是从前我们从罗马从国外我们接受，那时候我们盖圣堂完全依赖国外的恩人们、身份的亲戚朋友，而这个专利还成为一个地方教会。那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传教士，特别是兰宗主教，有几任神父、方济会神父的服务，他们经过了可以说很艰苦的传播福音，而后呢就把这个地方改交给地方教会，就是教区，由这个地方教会来管理。那么我们也应该谢谢过去的兰宗主教、地方教会我们是地方的心吧。那我们除了就是教会的这些以外，我们这边有建筑师，有一些建筑公司，那么帮助我们
是这个摄影堂的，经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完成了。我们存着一种感激的心，奉献这座圣堂，使这座圣堂能够为天主所接受，为天主所悦纳，而成为一个真正奉侍天主的一个圣堂。就在这里特别再谢谢各位教友的参与，是今天的大家的喜乐，大家一起分享，使创区能进入一个新的对应的时代。今天除了谢谢各位原道与身父修士修女及教友们，也特别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希望天主降福大家，祝福大家平安，谢谢。谢谢主教。刘主教，各位贵宾，神父、少女、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Let me say a few words in English.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his morning for the blessing of the new church dedicated to the Sacred Heart of Mary.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参加圣母献心堂的一个落成典礼。好可怕，我听到其实可以好。Has been constructed.For the glory of God. 这个美丽的教堂是为了光荣天主而建立的。We want to adore God. 啊，感谢他。Saint Irenaeus says that God's glory is man fully alive. 圣依纳爵讲。主教说 We become fully alive. We become fully alive when we participate in God's life. 我们想要有一个自由的生命。接着下去吧。要在主内当中。Through our Christian faith and through the sacraments. 我们参与天主圣门生命，经过我们所牺牲的。So in this beautiful church, we will renew our faith and receive sacraments. 所以接着这个新圣堂，我们与天主的结合，与一起开重新的奉献。Members of this family will love one another and serve one another. 要这样的，我们应该要团结，成为一个大家庭。我们也是一个大家庭，都是兄弟姐妹。谢谢谢谢谢谢，这个这是多国语言的代办车代办啊，真的是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我们的民意代表也来到了现场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生活能够可以让更大家知道，特别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在社会福利工作在各方面我们的一个付出啊，我想民意代表是更能够代表，就是可以代表我们大家来传达我们的需求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啊，也来跟我们说几句话，谢谢。我们主教还有各位好朋友啊，其实我自己本身啊，在从小我想跟有李君台啊，我跟他都从小在台南兰陵堂啊一起长大的啊，那谢谢，可是要忘记了啊，忘记你我迷失了你好不好？没有迷失啊，我记得我跟我先生结婚还在台南成功大学旁边有个教堂结婚的啊，所以对，只是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来讲，就缘分很深哦。对对对，
那其实呢，我自己感觉啊，对宗教呢，当然教化人心啊，这其他的那种心灵上的一些感觉啊，我想不用话讲啊。那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从国小国中啊都在南宁堂，大概都是礼拜天啊都会去教堂啊。我记得那个国中的时候是应该算是最容易非常浮动啊，因为又懂又不懂啊，所以那个那段时间我觉得。再到教堂里面去啊，真的是帮助我成长很多。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这样好的生命呢，能够传达出去，把这个天主的一些美意、圣意呢，能够传达出去，才是我们作为一个教徒最重要的一个要做的事情啊。这边非常高兴看到我们教堂新建落成，也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希望我们教堂可以常常看到你，谢谢诸委员啊，我刚刚。心里一阵激动，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从小就是真的是看着我长大的，也是我想也是我们圣母圣心堂所有教友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的我们的本神父来到现场，让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本神父。我非常高兴看到本神父的身体啊，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相信神父今天的感受也很深啊，掌声欢迎新教堂的落成。真是很高兴啊，能够来参加我们桃园市哦，圣心圣母天，圣母圣心天主堂的落成典礼哦。说实在，我很紧张哦，因为事先哦没有安排我讲话哦。那说实在，我从小哦是在佛教的家庭的洗礼哦，所以今天来这里哦。一些的专有名词，我刚才一直背背背一直背哦，但是哦，上了台以后哦，结果就一紧张哦，全部忘了。哦，我记得哦，在教堂建的这段时间哦，大家所最关心的哦，这幼稚园啊，在这十年来哦，虽然它的建设不是相当的，积极，但是哦，我相信它的教育哦。相当受社会的肯定啊，事如意，事事如意，也祝福我们国泰民安，谢谢。好，谢谢。我认识以及我所不认识的学的神长们，那在这边我们也非常欢迎他们。那后面我们这些年轻的神长们，还有后面那些可能未来的神长们啊，全岛十字架在前面啊。然后第二个是圣咏团啊，第二个单位所走的是圣咏团，第三个单位是少青团啊。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就是所有的教友们，那请大家待会就是两两成行样的啊，我们就两个两个这样走。那我们待会就是从这边啊，从这个方向这样走，一直走到成功路的那个大殿前面啊。那神父们、主教们是最后啊，最后的才走的啊。因为人数众多，所以希望大家尽量的配合，那可以使得我们在这个游行的过程啊，都是非常的顺利。
了。天主的爱所吸引，更为四周的人传达天父的爱，而寄居在祭坛的周围。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剪彩典礼开始，请就位。
见。请剪彩，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情，以赞美的心情，以感恩的心情来迎接这一个时代，这个时刻的来临。剪，好，让我们以掌声。让我们一起高兴地进入上主的面前，报谢上主，高唱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好，我们现在请就我们的贵宾先参观我们的现场大门。好，我们现在啊。
可以找到宁静和渴望，找回我们心中的圣神。现在请全体片刻的静默，收敛心灵，让我们准备好全心全灵全力参与这圣殿的奉献庆祝。Thank you.
隆重的奉献典礼，奉献这座圣堂，让我们先恳求我们的天主，降服他所造的这些水，用来洒在我们身上，做我们悔罪的标记，做我们洗礼的纪念，并且用来洗涤这些圣堂的墙壁祭台，使之焕然一新。愿上主以他的圣宠注意我们，使之焕然一新。愿上主以他的圣宠注意我们，使我们父神所领受的圣神在他的教会内保持忠贞。仁慈的天主，你创造了万物，如此厚爱世人，不仅以赐福般的照顾养育我们，并且以爱的雨露仁慈地洗涤我们的罪恶，不断地引导我们回到我们首先首领基督身边，因为你仁慈的计划早已决定，使侵入圣水内的罪人与基督同死，也与他一起复活，成为他身边的肢体和永恒掌道的继承人。因此，请你降服这水，圣化这水，好将这水洒在我们身上及圣他的墙壁上，作为救恩圣席洗礼的记号。我们借洗礼的水，在基督内被洗净，而称为你圣洁的宫殿。请你赏赐我们，以所有将来在此圣堂内举行神圣宝仪的兄弟姐妹，都能到达天上各地之城耶路撒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教将由执事陪同，要经过圣堂中央，向信众，还有我们带上的今天的纪念圣牌咯，还有新的墙壁赏圣水，再回到祭坛边后，再将祭坛赏圣水。主教经过的时候，请谦卑低头，承认自己还有不够成熟的言行，对不起近人，对不起天主的地方，借着圣水的洒洗，求仁慈的天父都一一清除洁净我们，好能迎接上主的美善。由二三四楼承接，由修士陪同神父要一起到上面去享圣水圣圣。Thank you.
Thank you.
位平凡的女性，她很特别，如何特别？请来恭听这篇专读书信。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弟兄们，时机成熟，天主就派遣了他的儿子来，由女人所生，生于法律之下，要把受法律束缚的人救赎出来，使我们得以成为天主的儿女。为证明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儿女，天主就派遣了他儿子的圣神进入你们心中，称呼天主说：“阿爸，父啊。”从此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就靠着天主的恩宠成了继承人。以上是天主的圣训。感谢天主。我们现在要以简洁有力欢呼阿肋路亚来迎接基督圣言到我们生命以来，请全体起立，请热切欢呼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与我同归于你。耶稣的父母三天以后才在圣殿中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坐在经师中间听他们，也问他们，凡是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他都惊奇不已。他的父母看见他非常惊异，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你的父亲和我一直在担心地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回去，到了那家的属他们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句话都牢记在心中。以下是今天的福音。要为我们诠释福音及所读的圣经及圣堂奉献礼的意义，请坐下。
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那么这座圣殿是以色列人的宗教的中心。那么在以色列只有一个天主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这座圣殿。我知道按照教会的旧约，在起初的时候，天主只是焚出美色出埃及的时候，40年中间搭了一个会幕，就是一个帐子。天主每次跟美色讲话的时候，降到帐子里面跟美色谈话，然后那时候云彩从天上降下来，然后经过40年之久，从来到了圣地，然后呢经过大卫以及他的儿子撒罗门建立了圣殿。这可以说是一个固定的恭敬天主的地方，也是唯一的在这里做全牺牲活祭的一个地方。而后呢，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亚最后的一个限制，而后他预言在世界各地都要向上主本乡向天主做不流血的牺牲，就是说是所谓清洁的这种牺牲。圣汤有两种奉献，说一种是降服，降服礼，比如说上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新婚的地方住成一个圣堂，那地方是降服礼，这是可以说最普通的。那么今天这个地方是个奉献礼，作为奉献礼，就说是由固定的祭台圣堂地方够大，而后教会应该够多，而这个地方呢经过富有礼，就一会儿整个礼奉献的时候，祭台上倒满圣油，而后整个的桌面都富有礼，而后呢这个墙壁上有12个十字架，代表12枚尊油，而后呢也有牲口在十字架上富有礼。